位观众朋友，你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《大法古》节目。我们今天呢，要继续来谈般若。那会背心经的人呢，常都会背到这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。那么般若波罗蜜多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么它对我们的修行还有日常生活又有什么帮助呢？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师父。师父您好。大家好。是我们常讲般若波罗蜜多，那为什么讲般若还要加这么多字？它的意义是什么？是不是先给我们说明一下？般若的意思，我已经在上一集里边对都讲过了，解释了。波罗蜜多呢，也是梵文的音译，它的意思是度、超越，以及呢，过去。往那边过去，他的意思就是啊，从烦恼的此岸到没有烦恼的彼岸，意思叫的解脱。这真正有一个岸吗？并没有。真正有个河吗？也没有。这是一个形容，一个比喻。比喻人经常是在痛苦、烦恼、挣扎之中煎熬，那么有了般若的慧，就是空慧，那就会啊，自然而然呢，不会被环境所困扰、所诱惑，也不会呢为自己带来麻烦。那自己的心经常是啊，保持着非常的清楚明白，以及呢客观，甚至于连主观与客观这个名字都没有，这是说很清楚的这个世界的一切事情呢就是这个样子的啊，生生灭灭，好好坏坏，一切的因缘生因缘灭，那么这个就叫度。也就是说没有烦恼了，没有痛苦的这种心态了，这就叫做度。为什么叫它翻成波罗蜜多而不叫它就是度？因为它这个含义啊，并不仅仅是说一个度字就可以解释了的，跟我们汉文里面讲那个度啊，还有一点差异，有点不一样。你可以解释它为度，但是它不一定就是啊度。度的意思就好像过去，可是呢，它的意思是超越、放下、解脱、自在，有这种意思在里头。因此呢，就叫波罗蜜多，这样子，干脆就用它的梵文呢，是不用啊，翻译的这么一个字啊。可是呢，为了让我们中国人呢一目了然那个是什么东西，这个字，那他不能不解释，就把它翻成度。般若呢是啊，自己是从自己的心中开发出来的，只要开发出来以后自己的烦恼不见了，那个本身就叫是就是般若。并不是说好像把那个般若当成个工具，是当成一样什么东西来啊用它，那就也是错的。可是我们常常讲说啊，有人修炼功夫对不对，可是后来不练了，或者因为什么就功力会大减。那我们如果修行的话，我们比如说啊，慢慢般若比出来了，会不会般若也会退转呢？这个你问得非常好。我们要解释般若的时候啊，一定先从啊烦恼的这个立场来看的。如果一下子就讲般若不容易懂，因为般若不是一样东西，不是一个现象，不是一种一种可以用什么东西形容、比喻、描述可以呈现的。倒是烦恼可以呈现，
烦恼很简单，说妒忌啊、嗔恨啊、怀疑啊、恐惧啊，那就很容易体会得到。那般若究竟是个什么？不容易。因此呢，从这个烦恼这个角度来看，当用啊这个佛的般若来帮助自己的忙的话，那就是用通过这个经典的观念来调整自己的心态。这个时候呢，自己的心态渐渐地呀，比较稳定，也比较安静，也比较善良。这样子渐渐的时候，这个烦恼啊，就会显现的机会比较少。那烦恼显现的机会少，那就表示这个般若的力量已经产生了。是不是说烦恼减少的时候，等于说从此以后没有烦恼了？不一定。烦恼呢又分成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呢叫做降伏烦恼。第二个阶段呢叫做断除烦恼。第三个阶段叫断尽烦恼，就是断灭烦恼，是这样子那降伏烦恼这个阶段呢，你用佛法用多少的功夫，你就自己呢能够得多少受用，烦恼就会减少。这个时候呢，就是用智慧来降伏烦恼。第二个阶段就是来断除烦恼，因为烦恼从此以后呢，渐渐地断，到断除烦恼，断掉以后的烦恼不会再升起，降伏以后的烦恼还可能还会起来。降伏只是说，它一时间它不动，但是呢，你只要不用功的时候，它就出来了，你不防止它就出来了。那最后就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呢，最后成佛的时候就是断灭烦恼，从此以后。烦恼不见了，一直要到断灭烦恼以后，那是真正的没有烦恼，那是全部的智慧，全部的智慧全部现前。是，开示。我原来明了，我现在原来还只是在降伏烦恼而已，也不容易哦。是是是，谢谢师父开示。那么降伏烦恼呢，其实呢也能够让我们得到不少的自在。欢迎您经常利用佛法的经典和智慧来降伏您的烦恼，更欢迎您在下一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